699部影片不止，有的还没有上传。他一天能够传多少部有限制啊？你传到没有办法再上传，数量是档案量限制啊。现在排顺序，像这个怎么顺序排跑到这里来？调整的方法，按左边，左边有等于，有等于那个符号有没有？有等于那个符号就把它点按了，然后上下移动。这都是那个专门拍短片的那个模式拍出来的，15秒上传以后变成16秒。可能漏掉，不然原则上都会顺序都会排，顺序都会排得好好的。一次移动一个了，先上。先上去的会在下面，所以应该移到上面去。然后那个第一个上传的就被推到上面去，这个也有道理。比如说先上传编号01的影片，然后它会。诶，这样对吗？然后有往上推，编号小的在上面。啊，这是因为有数字啊，有那个数字的顺序啊，所以才会变这样。有数字的顺序，才会变成排这个样子。还有少数。少数不正确的要用人工调整，像这个72到76，接下来应该是77，但是差了，这里出现了3个107的，所以这个107的应该是拉到下面的，或者上面。拉到下面，可以上下移动了。101啊，这个排顺序啊，在下面的是先上传的。我应该拉到上面。
按住啊，它上下移动。你看那个图片，左边有那个数学符号呢，做题目等于那个符号有没有两条短线？按住，或者按住土的地方，长按，然后向上上下移动，大概要知道要移到它哪里。数字牌用数字来管理比较好吧，比较好，知道在哪里。原则上都是数字要有5个嘞。8.2到8.6的怎么会少那么多啊？啊，还是漏掉，就是说可能是跳过去，没有加入播放清单了。哎，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移动，移动，移动。7.2到7.6哎。最好是照顺序的，应该要。按长按，然后才有办法移动。有少了再补了。82到86少了3个吧。